现在城里的敌人正在疯狂的搜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查到我们这儿。好在一些重要的物资，下午我们已经转移了。现在兵站所有的成员也必须连夜撤离。站长，你就下命。 这小子嘴巴很硬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他就是铁齿铜牙，也要把他撬开了。弄醒他！嗨，快说吧。 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的地下兵站在红发杂货铺，你是其中一员。不要告诉我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！告诉我。
不管合作不合作，你的同党是在城里还是城外，山上还是山下，我一样可以找到他们。你要是乖乖的合作，我就饶你不死；否则的话，你就死路一条。 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，你有种，你过来个痛快！好，我就让你死个痛快！给我打！好，来。 白鹤香小姐，怎么，还是不肯说吗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一种特殊的药水，把它注射到你体内，你就会神志恍惚。到时候。 你什么都会告诉我们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我们特地从上海把这个药水拿过来，给他注射。哎，等等，如果我现在跟你说，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放心。 只要你肯老实交代，我肯定保证你的安全。不仅要保证我的安全，我还要钱。钱不是问题。好，把我放下来，我马上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给他松绑。哎哎。 这像是染布的染料。朝阳城有几处染坊？有两个，一个在东城的彩霞街，另外一个在杨柳巷。马上通知军部，重点排查这两处。新四军的漏网之鱼肯定藏在其中。嗨嗨。